天才是这样抢红包的。完美。而奇葩就是这样抢红包的，仿佛听见群里发来红包的声音。赶紧拿起手机，还是晚了。天才动物是这样跳舞的。大家好，我就是传说中的亚洲舞王尼古拉斯海象，跟着我的节奏喊起来。而奇葩动物却是这样跳舞的。来呀，尬舞啊！我已经控制不住体内的摇滚基因了。天才动物是这样和主人相处的。主人，你在干嘛呢？宝宝要亲亲，要蹭蹭。如果你想抱抱我，我也不会拒绝的啊。而奇葩动物是这样和主人相处的。怎么声音吓死我了？我好像是从这边发出来的。我仔细听听。啊，果然是。主人，你怎么也会说我们狗狗的语言啊？你是不是嘴巴里面藏了一只小狗？让我看看啊。嗯，不是这里啊。天才动物是这样睡觉的。这神通部的睡姿，一看你们就是一家人嘛。而奇葩动物却是这样睡觉的。沙发上这是个啥啊？可能是个新物种。难不成是海豹科的新成员，或者是长了尾巴的小鱼干？不会是传说中的美貌鱼吧？